谢姐姐音乐会的邀请这样子，然后很开心可以作为今天的小小的压轴，应该吧，因为就最后一团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会带来一些比较厌世的歌曲，因为姐姐毕竟是一个在台湾史上意义还蛮重要的东西，但是我想说待会再聊好了。然后也会有一些 cover 的劲歌奖，还蛮有趣。大家知道劲歌吗？就是在那个年代被禁止演唱的歌曲叫劲歌。劲歌热舞的劲歌，是那个劲。
不好意思，鼓手他想要说话，麦克风怎么开？终于要开麦了，我应该在后面吧？声音吗？不晓得。哦，那趁他有话还没想说不能说之前，我先代替他发言。赶快黑他。就是你要介绍买不起的北海。喂，好，那你来介绍。刚刚我问一下大家，有人听过我们的吗？听过吗？哎，有听过举手一下。听过哪里的？耶，有哎。居然有，好神奇。所以有人听过，谢谢。那个，你就要讲这个。没有，就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对，我们里面比较凉快一点。里面比较凉快，外面太热。里面比较凉。台上的话应该是外面比较凉，我猜，因为这个灯实在是，因为这个灯很热，但是台下应该还蛮凉爽。好，刚被打断了啦，就买不起的悲哀，其实在讲说，我们现代社会很多东西都感觉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，确实也是用钱可以买得到，可是，在这个的背后里面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跟剥削问题。对，我觉得大家都懂，不用多解释啊，买不起的悲哀。Thank you.
们今天下午去那个大安，就在大甲旁边，那边有一个比赛，所以现在就是很热又很渴，然后头发看起来很乱，看起来很干燥，因为就吹了一下午的海风。但是，还是很开心可以来这边演出。然后下一首歌叫做……我想要等康伯清友来讲。介绍一下团员好吗？介绍一下团员，好，我被 Q 了，在我右手边的是吉他手乌贼，在我左手边的是贝斯手小鱼，然后在我身后，他刚一直叫我不要挡住他，鼓手嘉豪，然后我是主唱，我叫新慧，好，很开心认识大家，好，下一首歌 Separate World。
好，现在可以聊戒烟的事情。大家知道哪一年开始戒烟的吗？我觉得这今年应该有人问过，就是38年，我38年开始戒烟，一直到76年，应该是38年戒烟，然后76年戒烟。要注意。对。注意的。对，然后虽然我们都生于戒烟之后的年代。我们这团有意思。我一直以为你才18哎。谢谢。你是不是尴尬到不知道该怎么回我？那就不要。没有在喝水。没有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他。问个大家一个轻松的好了。好。刚好下午就是。刚不要讲那个吧？啊，下午在看，就是青蛙吃东西噎到，猜一个食物。有人知道我们送他一批，你要送什么？送一批，送一批，送我们一批。你要自己买哦。知道，知道，然后不屑回。对，有人知道吗？就青蛙吃东西噎到。好像没人知道哎，那你公布答案吧。好，那个答案其实就是那个南瓜。大家觉得好笑吗？我们下午对，我们喜欢那个场下有笑声，对对对。对，南瓜，你们不嫌弃啊？可以用穿堂都给你好了啦。我们演完一首歌再讲一个，好吧？我们时间可能没有。我们对，剩10分钟，我们要赶一下。但是我想要讲戒烟的事情。好，就是大家知道戒烟之前的年代就是非常的高压嘛，然后不能外出等等之类的，所有的歌曲、电影都受到审查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。高压的年代，然后虽然我们出生在戒严之后的自由的年代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自由不是天生的，不是上帝送给我们的，上天送给我们的，而是有钱人帮我们的争取。然后今天的主题是自由的发声练习。我刚刚在台下听前面讲到陈明的时候，我在思考说自由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觉得自由是什么意思？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自由应该就是可以包容这个社会上跟你还有我有不一样的人。而且他们不需要为了他们的选择而受到刁难，不管是你的性倾向，然后你的所有的选择，一切都是可以出于你自己的意志去做选择的。然后，并且大家都是可以体会跟包容的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自由。然后我觉得也很开心，就是台中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，让大家可以重新的反思这件事情。那我们要唱下一首歌，就是刚有提到，在那个年代里面有很多歌曲是不能够被唱的嘛。那我们今天就选了一首歌，叫做《等着你回来》。
好，那我们来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然后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在这里见面。最后一首歌就用一首比较温和、带有正向意义，有正向吗？蛮正向的，对。OK OK。送给大家，叫做《Colors》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脑力流，下次再见。